连长，周老爹到了。老爹，好，这样，您跟二虎一排长，你们先撤，我们马上也要撤离了。这儿的路我熟，我和二虎可以给你们带路，不能让我们先走啊。老爹，现在前后敌情不明，让一排长带着你们，顺便也替我们探探路。你说呢？对，不要争论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一排长，你送完老爹以后，想办法绕到敌军前方，看看到底有多少鬼子。是，连长。 我爹说过，当凶猛的野兽咬住你，摆脱不了的时候，你要突然回身，向他的七寸猛刺一刀。说得好。这次出去，我想多带点弹药，狠狠地打他们一下。好。这次任务比较艰巨，这把枪，你拿着用吧。连长，拿着。 去吧。まだやってんのこれ。食べるでしょ。まだだよ。美味しそうだなこれ。そっか。冷やしそうめんできた。おできたできた。食べようよ食べようよ。食べよう。まだ早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。もうちょいかな。まあ食べたいな。 从这条路出去，你们就可以安全走了。来，来，这次战斗报告就别写了，写了也未必送得出去。这次啊，不是写的作战报告，给家里边写封信。也许这是一辈子最后一次给家里边写信了。嘿嘿嘿。 记不记得出去不重要，想想呗。我也想给俺娘写封信，告诉俺娘，有一个特好看的姑娘看上我了。这姑娘漂亮，就像俺家山坡上的毛竹，亭亭玉立呀。 秋阳要是知道了，他肯定会高兴的，啊！<笑>
田一枪，回去报告连长。周老爹侥幸送出去了，鬼子现在大批云集在这里，我们再想从这条路出去，恐怕没机会了。让连长另想办法。兄弟们，把手弹集中起来，快！连长，你要干什么？冲过去，炸掉鬼子的炮兵阵地。兄弟，你先走，路上小心。大家都盼着呢，哪怕是不好的消息，他们也需要。来，记着，要活着回到连长身边。Ugh!